保罗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那么要怎么样呢？当世界变坏的时候，我们不跟它变坏，我们要力挽狂澜，把它拉回到主的面前来。那你要站稳岗位，一个在岸上站不稳的人，掉以轻心，要救在海里面的人，一定给那个在海里面的人用力一拉，你就被他拉下去。我们不能把他拉上来，结果我们被他拉下去。今天你注意看教会，有很多最重要的长老执事孩子都不在教会里面，看有些牧师传道孩子都在世界跑，他们不来教会了。还有很多好的教会的信徒，他的孩子在灵恩派那些错误的教导的教会里面，为什么呢？因为你没有办法影响他们的结果，是他们真的影响你。